众自招用户怪盗 Duck 520，没错，说的就是你，王家。我必须先向大家介绍两位特别的嘉宾，他们就是王家的爸爸和王家的妈妈。啊，这车咋不得轮子呢？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车。现在启动。真的起来了，我真的为我们孩子感到自豪，他确实有些与众不同。王江，没错，说的就是你。亲爱的，在绝美的舞蹈声中，我们请出了你，更重要的是在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你的爸爸妈妈。在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对大家和你的老爹老娘说？嗯，谢谢大家为我做了这样的安排，我非常感谢，非常惊讶，心里也很紧张的。是吗？好，我们都知道你是学设计的，你有想过以后会做什么样的工作吗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可以，我希望去设计汽车呗。为了对你的创意给予崇高的敬意，大众公司特别给你了一份礼物，这个礼物将会由 Swan 先生赠上。 Here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you your blueprint of your fantastic cover car design。 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最后我来建议，让我们全场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来献给王家以及帅到大苦520绝佳的创意。